你是中心兄弟的球迷吗？对，不是啊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几年次的？95。好小啊 ！Oh my god！ 就地重游，梦魇依旧挥之不去。这个你跟谁过名？哎，你们认识我吗？我知道。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台中车站太恐怖了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《饥饿游戏》。